各位华人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跟各位介绍一家全新的公司，叫 Gel Plus， 它将带来我们全新生命的改变。这家公司将在大中华地区开展，所以将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科技，叫做奈米凝胶食品的科技。而这项科技呢，是一个全新将所有食品转化成奈米，以奈米形式保存，让这种营养更容易被我们身体细胞所吸收。那这样的技术呢，可以运用在各种食品，那这样的产品能带给我们身体更大的健康。那么我们都知道，过去的所有产品包括了颗粒状、粉状或是液状的营养品公司呢，他们呢的产品并无法带来一个很有效的吸收，但是呢我们的产品呢，它是更好吸收的，也就是说小孩子他很喜欢吃这个东西，老人家也容易吞咽。那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各年龄层呢人们呢都需要这样的产品来带给他们更容易吸收跟便利吸收这样的营养。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个世界里面，随时带在身上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这样的好产品，随时都可以食用它，带给我们身体一个最大的健康方式。所以我跟大家郑重推荐这样的好的产品，将开展我们新的生命、新的事业，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创造这样的一个新的未来。